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印方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切尔邦。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解决彼此关切的边境限地问题保持着有效沟通。印方有关举动有悖于双方为缓和边境局势所做的努力，不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我们要求印方停止采取任何导致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切实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